熄灯了，抓紧时间洗漱休息啦。新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。哎呀，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还没有结束。这些小秘密，我们就留给黑夜吧。晚安，各位。晚安。熄灯了。晚安。我就不相信有人睡得着。哎，大家心里难道都没点事儿吗？有啊，我又没打五条线索。都别睡了。拿五条线索真的压力很大，是不是？好痒啊！我压力很大。为什么虫子咬？走吧。还有东西没盘的吗？什么都没盘出来。走。我五条线索，我一条没盘出来，你说呢？走。内卷，我操！宇哥，是你的好朋友出来了。真的内卷就是你们说的你吗？还睡得着吗，小哥？啊，睡不着了。我忽然就睡不着，看你们这样，谁都睡得着。天哪！准备出门。走，雷拳。